你演出的时候会这样动来动去吗？我是你演说说是这样子吗？你可以讲口齿清晰一点吗？可是我不想说，因为抱头或蛙式功的场子这样会输，那我们就不同去投球了。那个时候的天气非常的冷，只有10到13度，我脸上很多根本使不出力来投，但还是要继续投，哪怕中了比赛。可是我就是三只一个人，这让我觉得很惊奇。